这是抽脂机，然后这个是大回旋分切机，单通道的大回旋分切机。分切完之后就是要进入单包的包装机，这台是单包包装机。包装机完之后，你可以再考虑后面再接个多包的包装机，或者是直接用手工包。这是在我们工厂里面拍摄的，这是我们集中的一个车间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可以过来我们公司直接看一下机器。